受到大家的欢迎，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欣慰。我的这个生涯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有十首歌能够流传到50年之后还有大家会喜欢的。这首歌到了一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的一半要靠你们帮忙，好吗？还有25年哦，不行的话吧，让你们小孩子也听这首歌，让这首歌传下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《男人海洋》。谢谢。